小姐，这号多少钱？走啊走啊，超过我预算了。哎，总监，哎，你怎么了？这波物价实在涨太凶了。安总不去工厂嘞？哎，对，你一定要让我想起一个人，他有三家家具工厂。今天啊，我们去找他，这两件事情：第一，到底沙发的利润啊有多少？第二，如果人家卖60000的沙发，我能不能用50000买到？哎哎，来了。哎，会不会今天进去出不来啊？不会出不来啦。来，走走走走。今天是你要来帮我介绍吗？有一个人选，我觉得不错。啊，花旦呢？沙发对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些时候跟老婆吵架了，老婆会说睡客厅。有时候谁要一个好沙发，它可能是男人的第二张床。如果说你常常在沙发上流汗呢、啊？不要，为什么要在沙发上流汗？就是细菌比较不容易在这块布上面滋生。上去防虫，可以制作看看。哎呦，空间变大了。哦，衣服在这边，这个基本上可以当沙发床。你看我的脚。他这样子而已。哎，总监，你来了啦！带你坐坐看正堂商界。你们这边按摩服务还是有越南洗头啊？我们有电动沙发，它是比较像电动躺，包覆感很好。它有这个电动延伸功能，前段的话脚会先起，后段的话背会慢慢打起。今天来是睡觉，不是来看电视的吧？这款沙发就是低的，主要是我们针对小家庭去设计。第一个是它的载扶手，省空间的。哎，怎么？哎，会动哎！哎，还有一些坐垫的话，会有不同的承受的角度。喜欢盘坐，腿收上去都 OK。另外一个做法就是你在推的时候，腰部是跟着一起推出来的。对，刚刚我觉得腰空空的，现在腰不会空空的，腰部跟背部比较有支撑力。哦，就是这个背支撑，对，它靠着这个背这样子斜斜的，很不错哎，我很喜欢这个有个收纳。因为你知道现在的房子好小，哎，我觉得可以放很多东西耶。哎，一串。空间还是很够啦，这一张叫做Swap，对，回弹性很好，对，它也是做椅背前后两段，这个去年卖过的，哦，这个是我们超热卖，加起来过300。那你是要带我去看那个四万？小资款的话，首购主或家里有宠物小朋友的，我们一般会推荐这一款。这款的话是会推这款沙发，一样会有防护损伤。先不要去，哎呀，你在舔。这款是大尺寸的，你猜多少钱？我想应该要42000，太贵了。不用，多少？这款的话，比利时冰原床。你可以帮我摸摸看它的表面，冰凉，买回去老婆就不会燥热，就不会叫我去睡沙发了。你今天带我看了那么多沙发，那你自己个人最喜欢哪一个？我自己是最喜欢后面这张，这套是我们去年2022年的 number one。我们现在全台湾大概几间店？3间店。方便说一下去年大概做到多少营业？我们去年大概做5亿。哎呦，你满意吗？比较不追求那个营业额的高低，我比较追求客户的满意度。好假，没有，真的，我是说真的。5亿里面呢、啊，大概沙发占多少？占一半。黄的话大概占多少？黄的话去年大概占25%。你方便讲毛利率吗？进口的毛利率大概多少？我们毛利率会抓到大概。那台湾的话呢？对，就大概。哦，所以大概是这个区间。做沙发应该是收入还不错，那没有经验可以学。是 OK 的，你只要愿意蹲哦。那可以看一下，那沙发师傅一个月薪水可以要多少？我们大概一个月要给他们6-10万。过年前大月赶工哦，大月赶工，如果再加上加班下去，17万多。年入100万是有机会的，百万是基本的。有没有想要换工作？那我们有机会去看一下他们怎么工作。当然 OK 啊，在后面带我去。好，那阿姨是负责就是检查。没有，我不是，我不是。那老板娘开发。那你这行做多久了？30几年的吧。你应该本身是很喜欢沙发哈。对。客人住的舒服是你最大的成就。你们可以教，但是真的来学的人太少了。可能今年来人一个礼拜他就不做了，他下一个人还要这样教你就。哦，这样太累了。那哥你不用担心啊，你还可以做10几年 ，AI 不会做沙发啦。对啊。看了这么多，我觉得这个小小的沙发学问还蛮多的。我看了一下，我觉得。我可能还是要靠嘴巴赚钱。你没有吹牛哎，竟然可以在我的预算内找到理想的沙发。找沙发的话，就找沙发好朋友露露来喝茶。36岁的露露啊，创业卖沙发卖到5亿，很可贵的是，他并不是满足于他这个营业额数字，而是他热爱沙发这个产品。他如何创造这个营业额，还能维持稳定成长？这几年啊，物价通膨严重，可你不可能无限制的把商品价格提高啊？他选择是对内转而去做生产的一条龙，提高他的生产效率。生产效率一提升，你的利润不是就被节省出来了吗？很大的关键是他在行销方面做创新。跨局做短影音和直播，把客人引到店体验做成交。来，喝茶，点头像，加入总监粉丝群。2023，我们一起用短影音赚钱。